马蓉未说谎。王宝强与新女友冯清相处恩爱，同返家中已同居。王宝强和马蓉虽然已经离婚多年，并且完成了财产分割，但是两人之间的纠葛并没有结束。马蓉也频繁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内涵辱骂王宝强没用的废物、农民、粗鄙的人，同时还接连地否认自己出轨的事实。冯清在下车之后便向保安询问了下方向，就带着王宝强等人来到了写字楼下，甚至还亲自帮王宝强开玻璃门。一群人也直到晚上6点多才再次现身，王宝强就充当司机带着众人前往附近的酒店吃饭，似乎是担心被拍到，冯清也先行来到了车旁，直接坐进了驾驶室。随后王宝强也和朋友们一同出现，可他却拒绝了朋友开车门的好意，自己来到了冯清身旁的副驾驶座。最后冯清也开车带着王宝强来到了东四环的家中，到了地下车库，冯清依然特别谨慎地先行上楼，随后王宝强也才下车回家，随后就再也没出来了。